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是2023年6月16日。狼这款《摇曳露营》相约《摇曳露营 All in One》，这是一款电视动画《摇曳露营》的首款手机游戏，于6月15号全球同步发行。本作集结了各物猿福子、自魔灵、大猿千敏、犬山葵、齐藤惠娜等众所周知的角色，并收录角色们丰富的动作与全语音对话。游戏内还有超过1000件露营装备和交通工具，美味的露营饭菜，是款集结了电视动画《摇曳露营》所有元素的新日常系女子露营游戏。游戏开局以动画第一季第一集为起始，进行单人露营活动的自魔灵，在一次与本七虎的露营中，遇到了想看富士山却睡着而陷入困境的各务猿福子。剧情还原度很不错，人物则以 3D Q 版可爱模组呈现。跟着主线任务持续游玩20分钟，还没离开新手引导角色十连抽与卡片，10连抽后进入露营养成玩法，感觉有点像是赛马娘的养成机制。接着就是我试玩的游戏画面与体验。OK， 来吧，摇曳露营，相约摇曳露营 All in One。我们先静音一下。唱歌啦，唱歌可能都有版权吧。这边的画质比较糊一点。全球服。画质哦，改最棒好了。他还在唱歌啦，我们先静音一下。希望不要再唱歌啦，因为这是有动漫啊，动漫都会有一些唱歌嘛，一些音乐都有版权。摇曳露营的动漫我有看，看一季还是两季吧。他们就小时候有认识，然后相约要去看富士山吧。就几个主角吧，女主角，然后一个喜欢机车露营，单人机车露营，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比较安静这样。这个应该有些人看了这个动漫也想要去露营吧，在富士山下露营。之前有一些网红，他们会慢慢转型去露营嘛，然后他们有去富士山那边。我有看几部啊。好，那游戏玩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之前测试的时候我没有去测试。然后基本上我也不会先去看游戏的画面，也不会去看别人玩，所以我都是第一次玩。这个是喜欢机车露营的，好像上高中生之后就可以骑机车吧，他以前可能是单车露营，骑脚踏车，然后他有一个爷爷吧，爷爷好像很爱露营。我们继续经营吧。那这边的话我先跳过吧，好，还在下载。好，下载好了，有动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对嘛，一开始他是单车露营的，因为他好像才初中生吧。然后就遇到那个另外一个女主角，女主角是露营新手，什么都不懂。那如果你没看过的话，我可能会讲，可能会有一些暴雷嘛，你就要注意一下，你可能就是跑去看一看，或是就跳过，不要看。怕被暴雷的话，我没办法控制，因为这是动漫改编的游戏嘛。他这个包包头很好笑哎，还原的还不错哎，只是把那个动漫改成 3D。我每天都在我自己房间露营啊，哼，我讲真的，我有那个卡式炉、卡片炉啊，就是折成一个卡片。他可以把它展开了，然后就在我阳台里面煮泡面啊，煮东西，自己体验一下在房间露营。我买的是 Soto 的啦， Soto 的那种，它有蜘蛛炉啊，一些组合炉，那是卡片式的，可以折成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接那个妙管家的那种瓦斯罐，
不是高山露，因为我们要去高山露营嘛。那我还要买一些烤盘啊，网子可以烤肉干嘛的？烤麻吉啊，烤肉啊，去年冬天我都有烤啊，或是烤面包。这个主角就在那边睡觉，然后睡过头啊，天都黑了。那剧情部分我们先跳过了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跳过？想看动漫的人自己来看一下，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游戏玩法吧。动漫很好看，值得看。那我刚刚画质已经调到高画质，可是好像还是糊糊的，对不对？我也蛮想要骑单车去露营的，但是应该会累爆啊。而且单车你不可能背负太重，你可能就是机车露营吧，机车露营应该比较好入手，入门一点。我平时也会看一些露营的 YouTube 频道，看单车的，看机车的啦，机车露营比较多。台湾有一些露营点嘛，他就去露营这样，想象自己也可以去露营，但其实是没空。这个是露营的椅子，它是一种折叠的，可以展开。矮桌它就是也是可以折叠，因为露营都是要轻量，然后可以折叠收纳。它的脚是可以往内缩的，有的是组合的。好，这个锅子，哦，我也有锅子啊。他现在要我们先布置就对，就是你露营地，你就先搭帐篷，然后开始。我这个是高山炉，这种罐子比较贵，哦，这种罐子比较贵，比一般的那种瓦斯罐还要贵，因为在山上气压比较低嘛，那蓝点可能也比较低。气压低，燃点低，你就必须要那种高山炉，它的火力才会够强，才办法加热啊。好，在家中建立营地。我去年冬天还想说，我要不要买一个帐篷，在房间搭帐篷睡觉，超无聊。好，发生的位置错误，error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error。不要再唱歌啦！我静音一下，我暂停一下好了。好，回来，网络不太稳，连了一下下。不会又要重来吧？好，我们刚刚在这没错。好，首页，这个是富士山啊，富士山。日本的圣山，他们都会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这辈子一定要去爬一次富士山。哎，重来是不是啊？哎呀喂啊！我跳过好这一段，刚刚玩过，我们跳过。好，完成刚刚那些布置。那我们刚刚在这边断掉了。为什么要立即重玩呢？立即重玩。好，自魔灵令讲，好像这样都讲好令讲。Psycho 最高，就是最棒。好，我们一样跳过。还原度不错啦，好，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就开始看书。他喜欢一个人坐着看书。好，摇鱼导览就是我们的主线任务。
好，继续看故事，就是跟着引导，然后游玩看故事。有没有？他坐着看书嘛，然后到了晚上，那个女主角就会跑来找他，因为他在那边睡觉，被家人丢包了吧？来，我们跳过。这边通行证免费试玩中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有制作，这边有一些帐篷啊、桌子啊、椅子啊。好，这个是木材。台湾生火的话，最好你是不能直接接触地面，要买那个专门在引火的，大概引火台吧，是不是？我看人家那个录影都是这样。你要先问清楚可不可以直接烧柴火，通常是不能烧，你可能就是要拿一个引火台这样，因为有人喜欢那种烧柴火的感觉，它就是一个架子吧，然后几个铁这样包着它，我也不会说。反正台湾这几年也蛮风露营的啦，有那一种房车露营、露营车露营、露营车改装嘛，啊，把一个露营车的那个放在那个货车后面，是在货车上面直接架上去。松果蛮好燃烧的啦，有没有？他要解释，因为他还蛮干燥的。有旁白，那因为我们是玩游戏，剧情先跳过，想玩的人就来下载吧。那你用64位元，哦，32是搜不到，搜寻不到，他直接在地上烧哦，他没有用一个那个焚火台，那比较危险，而且会把地上烧得黑黑的，不太 OK。好，放置萤火完成。我觉得这个要给那个对露营有兴趣，还有看过这个动漫的人来玩。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这个游戏你可能就没兴趣，你可能甚至觉得很无聊。好，它节奏很慢呢，就把动漫的那些东西慢慢的继续，慢慢的进行这样。变成夜晚，那个女主角就跑来了。版面配置，首页设定。哦，这边可以改定时区是夜间固定，然后上页。我是觉得字还糊糊的啦。好，第一话1-6，然后行动，灯笼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灯笼通常是一个吊灯啊，给那个灯。这种东西不可小看，贵的也是好几万。露营装备是这样，就是便宜的几百块，中间价位几千块，贵的好几万都有。毕竟这个露营很多人在玩啊，也有很有钱的人也可以玩。而且最好都要有一个头灯啊，才可以解放你的双手。所以你如果想露营的人，可能要买一个头灯，戴在头上，绑起来。而且现在那个露营灯有的灯都是结合那个充电电池，充电行动电源充电器嘛。你想象行动电源，扁扁长长的，然后再把它装上灯泡，
然后又可以充电，又可以当灯泡，吊在那个帐篷里面，吊在外面。好，条姑，那是他的好朋友。反正他们都是一群朋友啊，到时候他们会遇到两个社团的，社团的人比较少，所以他们的社办窄窄的一个走廊那样，比走廊还要窄，一个小小的走道吧，房间里面有点像防火巷这样。好，我们来料理一下。他一开始都吃泡面啊，这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日清泡面，有点像日清，日清吃起来算好吃吧，但是我不喜欢吃咖喱，日清泡面咖喱味有够浓的。然后他的海鲜还可以，但是也是很浓，你想象它是莱伊克的两倍浓郁吧，莱伊克一碗大概25元嘛，日清可能七八十跑不掉吧，我不知道啊，很久没吃，因为以前我们家人都会去日本啊，每年都会去两三次吧，然后就买一堆泡面回来，日清也会买，必买，所以也是会吃日清泡面。当然这边他不能直接用日清嘛，他就是画别的牌子啊。好，差不多了齁，15分钟了，看起来玩法就这样啊。没有什么战斗啊，就是露营嘛，然后开始做装放装备啊，然后补东西啊，然后让时间推进啊，然后就发展那个动漫里面的故事啊。他跑来了，因为他没有人，刚搬来。他们小时候认识吧？是不是？我记得他们小时候认识。好，调锅。好，可以召唤他，召唤一下，行动。版面配置，服装。好。上页，摇椅通行证30天，感觉差不多了啦，已经玩了16分钟，而且剧情我都跳过了，强制教学应该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那剧情我们一样跳过啊，反正他姐姐会来啊，他姐姐会来接他。请他吃泡面吗？没有嘞，还在教学。好，拍照一下，这里有一个拍照功能。好，气死！日本人好像都会讲气死，气死口味啊，气死，气子。因为他们没有，他们都是发音比较奇怪的英文气质。好，下一关。下一关就天亮啊，就看到那个天亮的富士山啊。好，有留电话号码。好啦，姐姐要来接他嘛，然后就在那边过夜。好，调锅。やっぱこの椅子座り心地いいな。好，没办法，教学非常长啊。好，把这几只还没登场的角色先丢过来，是不是 ？menu 里面的转蛋。然后新手食盐抽，先送食盐抽。好，这个音乐有版权，跳过。别唱了，别唱了。好，版面配置一下，
他在服装里面。OK， 这是他的好朋友了。然后这个是有一个好像是学姐还是什么，反正他要打工赚钱，要露营。这两个是社团吧？他们成立一个社团，这两个是社团。然后他跟他是朋友，然后他们两个好像是青梅竹马，只是一开始忘记了吧。反正后来他们要去爬富士山了。这时候其实他们是不认识的，还不在这儿，但是游戏嘛，游戏总是要稍微乱做一点。やっぱこの椅子、座り心地好，いいな。这边要露营是不是？补助卡，这完全是粉丝像啊！就是要很有爱的人才会觉得好玩，没有爱的人就觉得你看不懂。好，这边是抽卡片，好，通常抽角色，然后再抽卡片，也是十连这样。OK， 那时间的关系已经20分钟了啦，我们就先试玩到这边。哦，那我这边再跑一下，然后把这界面稍微点一点。这里我们先跳过。刚录影这边直接进来，然后编队，然后配置卡片、角色，还有装备。然后我发现这个玩法有点像赛马那样，就是有养成的功能。所以它不只是露营啊，我先玩到这边，好像还有赛马的那种养成功能。这边写 solo 嘛，我是 SOTO，SOTO，有 SOTO 这个牌子啊，我有这个炉子嘛。这边可以快转，我觉得跟赛马娘一样，也是你看也是类似这样，要去养成，然后这边有 F 啊，然后开始去养成这样。好，那想不到也是赛马娘的玩法。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先玩到这边吧，因为实在是有点久，我有点久。想玩的人就来试试看吧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